堂哥，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话，让他吃东西。好，我给他问啊。晚上爱困，他很帅哈，记得都很帅。三姐，你敢不敢出家？你敢吗？可以的，姜可以。哦，可以，你可以用这个书。姜可以。那我站着你走吧。好。哎，我要吃威士忌了。还有那个筷子，筷子。别打过。这是装筷子。这是吸起来有蒸汽的哦，火锅的蒸汽哦。有，你没有吃？有，你没有吃。